来收掉，反正没有收掉就投降，就这样。啊，不要一直升星啊！哎，真的觉得辅助的攻击力很弱哎、欸，你看他完全连单杀都没有，你看这辅助攻击力真的是不行啊，连杀一只也没办法。嗯，真的无言了。怎么办呢、啊？这要怎么讲啊？每次烧辅助都没有看头啊！每次烧辅助攻击力低成这样，哎、欸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对面在让我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对面？为什么对面那个？哎、欸，各位，各位 sorry， 我忘记我昨天找到新题材了。啊，我们昨天是要讲天赋技嘛？哎呀，讲忘记啊！不过我刚已经让他了，他竟然还输我。哎呀，我也是醉了。啊，真的有这么猛吗？猛到让他都可以赢？我突然忘记我昨天说要讲那个天赋了哦。那现在开始要讲觉醒技喽。我们标题就是。对，然后先讲，先看个性那边讲不讲得完啊？讲得完的话就先缓缓。球球英雄还有很多东西要讲，接下来要开始讲天赋技了。我们先把这个出出去。哎。哦，他真的好酷哦！哎、欸，这游戏真的是越来越好玩了，哼哼。哭什么？